耶耶耶耶耶！房听来耶！那昨天晚上我们发现，基本上啊，另外一本这个 bonus 这个 music 里面，基本上好像全是我们就是那个同一个系列的那个作品的那个大合集哦。那今天晚上看一下能不能把它全部给它 K 完。目前来说已经打到了就是修女家了嘛，对不对？那后面的话基本上应该只剩下没几首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好，看来还是要两天。哈哈哈哈，这个曲子也太多了吧，好猛哥哦。好，再来是这个。这个的话应该是那个，哎，柠檬的歌曲哦，但是是咪咕哦，咪咕来唱柠檬，我们来看一下咪咕唱柠檬会发生什么事情哦。哇，是红发的咪咕哎，然后跟我们的 Hanks 一起听一下咪咕版本的这个圣诞节音乐。这首歌的那个副歌其实我蛮喜欢的，这两个电子音搭档还不错哎。啦啦啦啦！哎，他这边调的比那个哎，比原版还要好很多哎，因为这边在原版的时候感觉会有点顿呆，但是用 Hank 唱之后还蛮不错的。我喜欢这边，噔噔噔噔噔噔，哎，更好听嘞！天啊，超棒的！哎，对啊，改得很好哎！天啊！好好听啊，天哪，改得很好哎、欸！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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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改得很好哎、欸，天哪，不是我在讲哎、欸，因为原本的那个就是 BF 那边的话，大家就会听出来，就有点就是小顿呆顿呆，但是他这一次真的改得超棒的、欸、超棒的。再来是我们这个火爆学长吧，对不对？来看一下火爆学长究竟会长成什么样子。3, 2, 1, 就是暴走的学长，哎、欸，居然是烟烟伯伯哥吗？哦，居然，哈哈，学长跟坦克人。这学长长这样真的还蛮帅的啦，好不好？他会再加长吗？哎，不会，学长也消失了。连学长都消失了，但是这个也改得很好听哎，我觉得他们两个也蛮适合唱这个，哇，很快哎，搞不好今天就可以直接 K 完了。再来是我们的可可啊，可可会长，看一下可可会长唱什么歌，哇，感觉很不错哎，哦，什么的 Hello， 我怎么忘记这是谁的歌了？我怎么听见他好像在叫泽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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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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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我这首歌我觉得还好，不是我喜欢的那种风格，这个是目前听起来我觉得最还好的，因为不是我喜欢的风格的歌。来了塔皮，塔皮，看一下塔皮唱什么啊？不会是他自己的歌吧？他们两个很怕、啊，是他的歌。这女的声音也蛮好听的很好听的，天哪！这首歌本来就很好听啦，但是我觉得它都有微微去调一些，就是节奏跟音调，它有多几个那个按钮跟按键，就代表它的音乐有被改过一点点哦。哦，来啦 ，Agot 是那首吗？很久没听到的，来了 ，Agot 跟 Type， 哇！这首不是我最喜欢的那首啊。他的那个主题曲那首超好听的、啊，上哪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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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高提的那个主题曲真的很好听啊。这两个声音也蛮配的，很好听。
热能量，热能量。感觉还不错，我觉得我剩下如果没剩几首歌的话，我们大家今天就把它直接打完，好像可以，这样就可以再玩新的模组了。不然这个模组玩了还蛮多天的哦。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六首哦，好吧，那算了，明天见。那目前来说的话，这几首你们最喜欢哪一首呢？我觉得今天的话，不然整个目前模组听下来就是这首啦 ，Possession， 我觉得还好，其他都真的是超级无敌好听的。然后这个啦，那个什么。那什么？哎，等一下啊，不是这个，那个，这个，我们的学长消失跟那个坦克人一起唱歌，这个还蛮好听的。说真的，这个蛮让我出意料的。不过我们学长最后消失了，学长。好了，那我们明天的话，应该就可以把这个模组全部玩完了。那我觉得这个作者的音乐真的是世界无敌好听，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都可以去追踪一下他的频道喽。那么继续玩到这边了，我是齐平，再见喽，大家拜拜啦。